歡迎嚟到 MHK 運動頻道講收王節目啊！咁鱷魚就病咗唔舒服，咁就唯有我豪哥代替啦。哦，唔係去咗外地咩？唔係過咗新加坡，咁即係揾點樣揾我頂一頂咧？咁我係有份拍攝呢個節目嘅，咁都有點稱呼你啊？應該阿豪或者豪哥，豪哥歐陽師傅，歐陽師傅你好。好，我哋今集係講關於邊一方面嘅武術嘅。嗱，咁就講啲引子啊。過幾月前咧，有段由國內發生咗嘅武術新聞咧，就傳到香港嘅。哦，都唔止傳到香港，全世界都話。請你解釋一次。就有個師傅MMA 嘅師傅啊嘛，跟住就挑過術機，係，跟住就踩到一文不值，係啦。然後咧，仲話李小龍咧都係一個業餘水準嘅，即係武術家啫咁啊。係啱，冇錯，準確精神講講核心好準確。咁當時咧就因為咁踩到李小龍呢個面上咧，咁啊香港好多傳媒咧就自發性咧就走嚟揾唔同嘅國術朋友咧係評論呢件事。咁小弟有機會咧都接受個訪問咧，發表個心聲嘅。咁其實咧就真係李小龍係咪一個業餘嘅技擊家咧？真係佢所噏咗大堆嘢。甚至流傳到而家世界上幾十年啦，咁多人講嘅截拳道咧，就係冇料到得個噏字嘅咧。啊，今日就就非常高興啦，能夠請到啊，我諗喺華南區啦，或者係中國加香港當中咧，李小龍專家中嘅一定係專家嘅一位陸地師傅咧，係詳細地咧同我哋講述截拳道同埋鎮凡國術，即係李小龍嘅武術。歷程當中咧嗰個轉變嘅，阿金華士爆喎，鎮凡咁即係佢截拳道之前仲有一個武術嘅，就叫鎮凡。嗱，唔講呢件事先啦。金華士話咧，你有冇上 Facebook 嘅你？有係嘛？都有嘅。咁啊，因為我工作關係咧，成日都要用 Facebook 啦。咁近呢個一兩個禮拜咧，我又睇到一個花開花落嘅周期現象咯喎，就係咧有好多開始見到好多李小龍嘅影像啊。剪輯了一個片段啊，即係好多人咧 po 上網嘅，有冇印象？我呢啲間唔少彈出嚟㗎啦。最近先白咧，有啲事發生嘅時候就會 loop 翻啲嘢出嚟。係啦，好考你年青人。咁呢件事你估同李小龍冇關係咧？突然間多人咁講，咁多人講佢梗係同佢有關㗎，唔通唔同佢冇關咩？係啊係啊，嗱咁啊，當年1973年咧，李小龍好似係喺7月20號，20號係嘛？就去世嘅，所以咧都依家我都就嚟到。差唔多啦，咁唔怪啦，攞翻出嚟啦。幾乎每年一次嘅，咁啊而家開始係咁煲。咁我真係咁啱，我哋能夠安排到咧喺呢階段咧，我哋又講翻李小龍先生咧，佢嗰個係武術嘅歷程咧，我就係即與有榮幸。好啦，嗱，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啦，咁去片咯，去片咯，睇第一個訪問。早晨 ，Louis。早晨。今次咧，我係第一次嚟踩場，咁所以就有見面禮，即係唔好打我。啊，唔好咁講，你係我嘅師兄，咁我覺得好開心啦，今日可以喺呢度大家傾傾偈。多謝你抽個時間俾我，真係。嗱，咁首先咧，我介紹一下，即係我坐喺身邊。一般嚟講咧，人哋出稱嘅陸地博士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喺武術個範圍裏邊咧，我稱翻阿陸地師傅。咁阿陸地師傅咧，咁其實佢早年咧翻嚟香港讀完書，翻嚟香港之後咧，就係先學詠春嘅。咁阿師傅死咗之後咧，咁陸地師傅咧又再咧係有其他嘅進修，同埋喺截拳道咧有一個新嘅領域嘅進修嘅。咁今日嘅目的咧，我哋就想探討一下咧，係李小龍嘅鎮凡國術到截拳道之間嘅改變。咁喺個世界上咧。講截拳道嘅人咧，無千無萬啊！即係任何語言嘅人都係講咁，而且李小龍咧，唔單止係個人物啦，佢個名成個 icon 添。
咁喺我認識當中咧，咁啊陸地師傅咧就堪稱係一位專家啊，而且有好多嘅藏書啊，同埋好多嘅 study 咧關於佢嘅。好啦，咁事不宜遲啦，咁我正式開始啦。OK， 啊陸地師傅，今日唔好意思咧，把聲唔係咁好啊。咁我就好想問一問咧，因為我睇咗好多嘅資料啦，都唔係算太多啦。就其實好少人咧特登係講咧係震凡國術嘅。咁但係我亦啲印象裏邊咧，就李小龍先生咧。佢喺離開香港之後到咗美國咧，開始嘅武術之路咧，應該係曾經係用震凡國術一段時間嘅。咁所以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咧，之間有冇一個嘅分別，同埋嗰個淵源係點嘅咧？咁首先我想講咧，就係震凡國術咧，就並唔係李小龍嘅詠春拳。哦，有好多人咧認為震凡國術就係等同李小龍嘅詠春拳啊。咁其實就唔係嘅，係詠春之外，仲有其他嘢加落去。其實咧，李小龍學咗詠春之後，到美國咧，1960年嘅時候咧，就震凡國術咧正式誕生。啊，咁當時喺李小龍嘅著作當中咧，一陣間可以同大家觀眾可以分享咧，就睇到佢咧喺對於中國武術好多門派嘅技術咧，佢都係涉獵喺裏邊嘅。咁而當時咧，佢係開闊咗好大嘅眼光同埋空間，所以震凡國術咧，可以咁講咧，就其實係李小龍喺中國功夫裏邊嘅一個精華嚟。咁陸地師傅，咁李小龍啊，喺中國武術嗰個涉獵同埋佢自己嘅拓闊咧，咁佢源自啊喺香港開始啊，定係喺美國先開始咧？好難用時間去分咁、但係咧，無論喺美國或者喺香港咧，李小龍都好強調咧，佢嘅震凡國術嘅核心就係來自詠春拳嘅，即係話佢喺中國功夫裏邊咧，佢都有個核心嘅，個核心就係詠春拳啊。只不過咧，去到美國，因為環境嘅改變啦，事物嘅改變啦，空間嘅改變咧，令到佢咧覺得有咁嘅需要。係將佢嗰個武術嘅範圍咧，再拓闊一啲。咁所以咧，喺咁嘅情之下，佢以詠春拳為核心咧，去涉獵其他嘅中國武術。咁1960年咧，李小龍先生喺美國開始係教震凡國術，個地點喺邊算咧？初期咧，佢其實係喺大學嗰度教嘅嚇。咁當時咧，最早期嘅學生咧，都係跟住佢周圍去。大學即係西雅圖嗰邊係咪？西雅圖嗰邊係啦，咁直至到1962年咧，第一間嘅震凡國術館咧先至開幕，咁樣震凡國術就叫做有一個地點啦。咁嗰時正式先用震凡國術啦，定喺大學設班嘅時候已經用呢個名嘅咧？如果我相信咧，其實就係應該喺開咗震凡國術館嗰陣時咧。震凡國術呢個名先出咗嚟嘅，咁即之前可能係個國術班或者啲詠功夫班咁嘅稱呼啦。從佢第一本書喺呢度咧，即係有講嘅，係啦。從佢第一本書呢本係1963年出嘅書啦，咁佢睇到咧就叫基本中國拳法啊，咁啊英文亦做 Chinese 功夫，咁亦都睇到咧就係話喺佢嘅心目中咧，中國功夫。就是他當時心目中的武術咦，咁裏邊呢本書係咪就係佢喺大學嘅時候做嘅教程呢？亦都唔可以咁樣講，因為點解咧？呢本書咧係李小龍喺1963年出版嘅一本書，你只能夠講咧呢本書係佢當時練武嘅心得，或者當時佢去到嗰個嘅層次。但係咧，你話係咪一個教程呢？就我相信未去到一個教程嘅。喺我哋即係接觸震凡國術，即係呢一個拳種呢個領域嚟講咧，我哋就千祈唔好俾一本書或者甚至一啲嘅大家睇到好多嘅錄影帶啊，話哦呢啲就係震凡國術啦，唔好俾呢啲嘢去綁住嚇。咁我覺得咧，除咗睇呢啲書睇錄影帶咧，仲要睇佢嘅傳人，即係今時今日佢其實有傳人啊嘛。佢個傳人究竟講緊嘅係咩嘢？嗱，咁你都係個傳人之一啦，即係起碼第二代啦，由佢嚟講。咁真正嘅震凡國術嘅內涵係乜嘢咧？可唔可以同佢介紹一下？嗱，佢個內涵好似我頭先有提過，核心係詠春拳。
但是呢在那個詠春拳裏面呢他亦都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心得、他當時已經使用的名稱呢叫做 Modify 詠春，即是說修改了個詠春、修改了其實已經不是那麼純正的詠春了，即是如果用回我們現在的字眼呢。但另一方面呢他亦都有很多的中國武術其他的元素、譬如在這本書裏面呢就講馬步，因為我們、都講過呢，即是中國功夫很重要是那個馬步的嘛，大家都明白到、就最基本的馬步呢，詠春拳呢、他有一幅相是挺漂亮的、就可以看得到，即是說他站那個馬步、在這裡呢大家看到呢，即是說在馬步的分析呢是有四匹馬啦，五十五十啦，前弓後箭馬啦，弓步啦，弓步啦，咁咧前面嘅虛步啦，八十二十啦，哦，吊馬，吊馬啦，另外八十二十呢個虛步啦，咁、然後咧六十四十啦，同埋呢啲叫七星步啦，咁從呢度大家睇得到咧，就話單單從馬步嘅涉獵嘅範圍咧。它已經闊了很多，即是說呢不是我們傳統只是詠春的坐後馬、而是說呢它的馬步可以隨著當時的形勢時間而改變，可以由詠春的坐後馬去到前弓後箭馬。我有個印象呢，曾經是在、互聯網上看過李小龍很早期的一些的刺繡，我想應該是在大學時間吧，它的刺繡形式呢好像跳緊舞一樣，可以行即行前行後啊，即係唔係咁企定定咁去黐手嘅喎？係咪就係嗰個時間發展嘅咧？可以咁講，即係呢個都係震凡國術嘅一個特色，就係話咧，因為李小龍去咗美國，我講過即係話嗰個時間啊、空間啊，同香港嘅環境好唔同，佢就覺得嗰個移動性，即係話嗰個人嗰個移動性咧，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咧，震凡國術入邊一樣有黐手，但係震凡國術嘅黐手咧係注重嗰個移動性。但如果喺我嘅諗法裏邊咧，其實頭先你講佢話對於詠春係 modify 詠春咧，好似即係某啲人嚟講唔係咁恰當，唔得純正。但係我哋而家翻嚟現代講咧，就正叫李小龍詠春咯，因為佢嘅觀點啊嘛，唔知係咪咁可以咁講咧？我相信就即係我覺得咧，呢個講法咧就限制咗震凡國術嗰個範圍。因為點解咧？我會承認有李小龍詠春呢樣嘢存在。但係李小龍嘅詠春咧，就係指李小龍喺香港時期學嘅詠春。咁其實當時佢學嘅詠春咧，其實同我哋而家好多詠春嘅同門一樣咧，佢加咗好多自己心得落。係咩？係啦。哇！你咁嘅話咧，我哋稍後嗰陣咧，詳細再聽你咁講，好嘛？唔該。翻牀啊！哇！原來咁哇！聽佢咁樣講翻，咁李小龍確實就真係一個即係中國武術嘅一個轉捩點啊，一個創先驅嚟，創先河。即係改變咗以前嗰種，你係嗰個門派，咁你就淨係練嗰門派啲嘢，即係佢係會修改舊有嘅武術嘅嘢。咁如果咁分，李小龍先生從好多係始自於咧武術鍛鍊同埋推廣武術嘅，有個共同就係咧，當佢練到一個階段有心得。或者因為某些的際遇，可能因為挫折，可能因為見到某些的啟發，甚至他練得多之後有一種新的領悟，對他原本有的武術是有一種的提升，有一種昇華，是必然的。但是覺得舊有有些不足，已經有的，即是他自己可以能夠掌握到的是不足，或者更加好的版本，再去修改它。是，但是因為好像陸地師傅這樣說，咁佢去到美國，咁可能係個自由天地好大咧，令到佢係覺得好闊，就話咧，將佢原有嘅詠春嘅框框，或者係佢所已知嘅國術嘅框框咧，都能夠打破。咁但相反，如果喺香港或者國內，我哋如果係練武人士咧，唔多唔少嗰個係門戶之見啊，門派嗰個傳承咧，呢個思想好重嘅。同埋有時有一種可能有一種民族性咧。
你唔會譬如槍中嘅功夫融入西方嘅步法拳法啊，或者日本嘅空手道、跆拳道嘅拳法落去噶嘛？更加唔會啦，係咪先？我哋歡迎佢去偷，我哋唔中意偷人哋。係啦，即係你唔好話以前嚟講，即係你溝埋其他門派嘅都話你乜乜乜乜㗎啦，更何況你溝咗國外嘅功夫落去。會就算有些人有咁樣的膽識都好啦，咁一般都不會咁去張揚去講呢件事。如果喺一個舊傳統的社會，計香港啊，以前的國內啊，會係嘅。咁佢一個即係一個先驅嚟嘅。咁聽咧咁，即係聽咗第一段咧，咁啊，你哋都係年青一代啦，亦都中意李小龍整。咁啊，同你眼中所諗到李小龍嘅武術有冇一啲好大嘅分別？我哋眼中淨係識截拳道嘅啫嘛，截拳道係嘛？係啦，同埋淨係知佢係跟葉問學過師嗰啫嘛。即係由詠春就跳到截拳道，詠春就跳到截拳道就係咁咯。啊，中間就原來中間仲有一 part 咧，就係喺美國嗰度，喺美國嗰度唔知做乜嘢，佢震凡國術嗰個嘅誕生嘅啫。係啦，但係就講真就冇乜人識嘅，即係對於我哋啲年輕一輩嚟講，可以咁講喺香港，如果我所知咧，係正式將震凡國術咧。是即係點講啊？合法律地位咁去推廣嘅咧，咁啊陸地師傅應該係第一位嘅啫。咁其他啲可能係喺可能喺啲雜誌上啊，或者書刊上啊，或者甚至喺個電影上邊啊，炒埋一碟嚟教嘅李小龍武功夫咧，咁就另計嘅。哦，咁嗰啲唔係啲咩正宗嘢嚟啫喎。咁講唔正宗啦，即係正宗嘅電視電影抄落嚟都唔出奇。係啊係啊，正一本書 copy 過都唔出奇。你睇書睇動作點可以學到個精髓嘅啫？啊，咁你係啱。係咪先？冇錯，咁個個咁唔使師傅啦，咁電視機咪就係師傅咯，係咪先 ？OK， 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睇下有冇啲示範，睇下再嗰啲震凡國術係啲咩回事。好嗱，我哋跟住再跟進落去。